brother 可以连的，brother 可以连，brother 可以懂了呀，就是用钱，一边连一边连。如果我知道什么字都不用用钱的，还是一直要用钱？我帮你们钱，用钱哦，全部一个字啊，十全十美。啊，这不是快快上去了，然后百分之百，十全十美的老婆，这个是你要读给你老婆听的吗？你这边一件那边那些十来哎，啊，不一定是十，看你自己，一千一百也是可以吗？一千一百也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二千二百也是可以吗？这边简直，这边长期在百分之二十，哎，这个是用 K 的，来兄弟可以帮忙的，可以帮忙的。爱莫能助。我是没猜啊。好，这招我给你省了，交500，500。快点来。快点，五分钟。你可以拿出来，我帮你。时间不够，快点。开始读了，他没有读的。他还没有，他还没有连通。我死了，我要考了。我这个要考他了。不行，拿出来。他开了五级了，不可以不可以啊！可以开了，不可以开的不可以开的，他要真心的东西不可以开，真心的东西不可以开的。全部是来的，不是我们的，孙强的，孙强的，给孙强的。来调，下去就好了吗？啊，不可以开了，不可以下去好了。不用了，我全部包了，就在里面。对，全部是粘下去，不用开的。我知道了。老婆，我陈文健很荣幸娶到
十全十美的老婆，婚后我会101%的疼你，爱你，对你一顺。OK， 不管一年后、两年后、十年后、一百年后，我都一心一意的爱你，世界最乖、最乖、最乖的老公陈文杰，这是我的爱的宣言，请你开门。满意吗？满意吗？好紧张哦。好了，开门。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，再读一次。哎，他床都在给姐的肌肉，亲爱的张春强老婆，我陈文健很荣幸娶到十全十美的老婆，就是你。婚后我会101%的疼你、爱你，对你100%，不管一年后、两年后、十年后，我都一心一意的爱你，世上最乖的老公陈文杰，赞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进来了啊，进来了，唱歌唱歌，噔噔噔，Ha ha ha.